那袁清江刚成为连皇后的妹夫，还没等到圣旨，就迫不及待要铲除明家了。二圣之一的金谷真人被囚于明家，怕这才是袁清江赶去明家堡的真实原因吧？<笑>居然成为传言的奴隶，那袁清江不过尔尔。可是相爷，二圣之一的花边可就在下面。本相从来不信传说。 花边之难得，是在于它是文经武略之才。哎，媳妇，你看，哇，好漂亮啊！你看我的木剑，真漂亮，好看，好慢点儿。 阴天之时，就地之势，依人之力，则所向者无敌，所击者万全矣。娘亲，夫君，这是我新给你做的衣服，你看看合不合适？好啊，合适吗？还可以。 柔儿啊，你这个手艺越来越棒了。无人赏高洁，独自抱真心，知道夫君是如竹，心怀天下，只可惜这天下偏偏乱了。这天下呀，冥冥之中自有天规，既然乱了，我们就躲一躲。能够和你们在一起，岁月安好，我华斌一生。 半进而半退者，何如？右也。快，快！持强而进趋者，何如？
兵无常势，虚而实之，实而虚之。不准去，夫君。今日是覆灭明家最好的时机，因为明老爷的葬礼，明氏一族将齐聚明家堡。你以为你进得了明家堡吗？会的，毕竟当年我与明风瑶有过婚约。你这么做，都是为了我。明家愧是袁家，当年甚至进言陛下要我妹许配给明风阳，想要袁家对明家虚与委蛇。你是想救出我妹，想让我得到被他们囚禁的金骨真人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夫君，现在是皇上派你灭的，今日一战非为袁家私利，乃为天下。你懂我的苦心，便什么都值了。陈玉娇在，乔庄跟随，保护好夫人。